这是一个奈的笑话哈，老婆跟老公讲奈的笑话，老公奈给老婆，老婆，我们家破产，外面还欠了很多的债，剩下就是这栋房子，我就把房子留给你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老婆在那里面问了、老公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老公回答，我现在在顶楼上，最顶的楼上。老婆的奈给他，你快下来啊。老公回答，我心意已决，不要再欠我了。老婆再奈给他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房子的房价，你听我的，去到对面的顶楼比较好。你看嘛，娑婆世界还要去赚钱啊！每个人都要去赚钱，在极乐世界哪要赚什么钱？黄金铺地啊，那八公嘴底下全部都是金沙啊！八公嘴得水的上面呢、是大如莲花的车轮呐、这是莲花，车轮大的莲花，是车轮大的莲花，不是大如莲花车轮，像车轮那么大的莲花，啊，上面都有莲花童子啊。你看这样子多好，你不用赚钱呐、什么都有，还要赚什么钱呢？那个才叫做极乐世界。你看这娑婆世界很可怜的、你没有赚钱，你看欠了人家钱，走投无路啊。你说怎么办？每天都在烦恼，